都有介绍内裤啊，非常的好玩，然后就很吸引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刚好看到我朋友，哎，他说他要去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你去，他曾经去过，然后他是第二次又要去，那我就觉得第二次还会吸引你，那肯定应该很好玩。应该很好玩，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，然后我女儿也揪了他们同班的同学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也揪了我们同业，然后就是一些朋友啊，像包伟林啊，我也一起揪他去，然后一起他也跑带他的跑父母，哎，一起去，觉得很好玩。然后我们去好了大一6天，对，很大一团，我们那一团大概有，我看有50个人，好大一团，很大一团，大家都觉得，因为对都被说动了，就觉得很好玩。然后呢，最主要是你人多啊，价钱好谈嘛。对，那当然这个它其实价钱的这个落差其实蛮大的，因为你住海景房，它是跟房间有关系。是。对，那你家不要那种海景的话，你住中间的话，那个是比较。感觉上好像就是在这个邮轮旅游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房型啊，设施都可以选择。对，那景哥其实待会可以跟我们聊一聊，比如还包括一些秀啊、美食啊，好像很多东西都有，而且快乐与你。